愿赌服输，上门自取，在这个位置等你。你骑的是什么东西？马？不明显吗？前天刚赢回来的赌注，难得一见的纯黑阿哈尔杰金马，漂亮吧？骑走。猎人协会允许骑马上班吗？我怕输不起的是你。切，能骑他跑100公尺，以后我连人带马都向你弯腰低头。打扮的还蛮有模有样，还以为你只会骑摇摇车。哼，忘记提醒你，他脾气不太好。想要他听话，你最好比他脾气更差。不拿出一点气势，驯服不了猎马。哼，手伸出来，来吧，看看你骑马的功力和调侃人的功力到底哪个厉害。我的建议是，先别得意得太早。真精彩，继续吗？这是善意的提醒。在到我手里之前，这家伙已经甩下过3位驯马师了。虚张声势。奖励来得这么容易，这匹马恐怕要被你越驯越骄纵了。这种手法和力度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睡着了。还是说，你觉得哄睡也是一种驯服？我是看有人意志坚定，不需要鼓励。一味讨好只会让自己丧失主动权，让敌人害怕紧张才是驯服的第一步。需要帮忙就出声，否则我不介意付第4份医疗费。这只是第一步，
你还有100公尺要跑。还没到下最后通牒的时候，怎么回来了？这匹马好像不太听你的话。愿赌服输，想要驯服我的东西，你的手段还差那么一点。你现在的脸上写满耿耿于怀4个字，当然弱者屈服于强者，被驯服者向驯服者低头。还没有人把这个词和我的名字放在一起过。来得这么慢，不是等这个时候等很久了吗？是你放出豪言要驯服暗点的老大，这么快就忘记了？这么气焰嚣张，拭目以待。说不定是兴奋和期待。我喜欢你现在的表情。但挑衅不是明智的选择。没有章法的撩拨，你希望我怎么回应？作为驯服者，别这么吝啬。加码。神奇的猎人，还是耿耿于怀的小猫咪？你的耐心只有这样？
原来你喜欢我用这种眼神看你，得寸进尺的感觉好吗？是想好好记住我？就这点本事，想要驯服我，你还需要更多手段。我不介意陪你花掉一整夜的时间。做梦了？你又不会冷。就这样？那我很好奇，你都对他做了什么？不论什么，想必你最后都得逞了，不然也不会在做梦时笑出来。让我猜猜，那个可恶的家伙是不是姓秦？慢走不送。啊，对了，你的车没油了，可能会在回去的路上抛锚。我的也坏了，不然今天也不会丢在一边。遵命，我的女王大人。